这两条道上要走跟流氓似的。不是你大周天还来干啥呀？加个班。那为啥呀？你在休息没人干活了。那你就整呗，你非得等我。给你加班费。嘿，你看你这人怎么这钱也开的呢？老板。干啥？小心睡着了，你不能扣我钱啊！什么意思？翻译翻译。我昨天一宿没睡。你不睡觉，你怪我呀？什么道理？我不管，那你就是不能扣我钱。你昨晚干啥了你？打游戏了。那你赖不着我呀，你自己不睡的。那我也不知道今天要加班啊。你现在知道了？那我现在睡去吧。怎么的？我这是在临时通知你，不是在跟你商量。你怎么倒反天罡的？加班费不想要了？你也没给我呀，进的德行我打给你啊。现在可以了吗？你说呢？这样行吗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精神了是不？坐着吧。啊，加班费呀、啊、下班了给你啊。睡觉就没有了啊。那正常上班的给吗？那有。